这里是享誉世界的秘境，这里是世人心中的日月，香格里拉。千百年来，这里曾被贫困笼罩，脱贫号角吹响，狄庆州清准乏力，带着不变的初心向贫困宣战。驻村干部初心如磐，步履不停。巴拉村，一条致富天路，带村民走出大山。启别村，千年银杏树，豪迈热巴舞，成为游客远方的家。尼西乡，小小尼西基化身金凤凰，为村民带来致富希望。在高原儿女奋斗的双手中，狄庆州拨云见日，所属县市全部脱贫。在人间和天堂连接的地平线上，袅袅炊烟，牛羊成群，各族儿女欢声笑语，正在中国梦的激励下，迎接更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。云南蓝莓国际卫视倾力捕捉一个个微小的瞬间，带回一段段动人的故事。炫中国幸福香格里拉即将现映，敬请关注。